他说他要带来一首 Uncle， 掌声鼓励。好，他说这首歌是大家耳熟能详，所以如果会唱，我们就一起把它唱出来，掌声鼓励。劳累的一场工作，工作人员，我这一场主持看你多少酬劳费啊，累死了，我的妈呀。好，大家都非常开心，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恩以及感谢的日子，所以我们魏学长姐制作了一部影片，希望学长姐离开了校园，还可以把虎尾各个大大小小的事情铭记在心。对，其实我们戏上大大小小不管任何的角色，我们都进了这一部影片里面，所以这个是带着喜怒哀乐所有的感觉在这部影片。那个工作人员先把每一包卫生纸放到每一桌桌上，拜托，我要一箱的卫生纸。来，我们即将播放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高潮，感恩的影片，我们依序欣赏，谢谢。